太夸张了吧，我太夸张了。This way, cause I want to come back and find my way, and I have to run and run away. I finally choose, yeah. Cause it feels like I'm wide awake and I'm standing in time. Now I'm disappearing, looking for life. This is the time for you.我们今天点这样子呢，总共是1452，换算下来的话，大概一个人300多块钱，超便宜，很可以耶。对啊，又很好吃。我们现在在万里同这里，我们跟铁树民宿订了这个玩 SUP 的行程。你看它这边的 SUP 跟一般的不一样，它这边用的是透明的 SUP， 超酷的。但是看到下面的鱼，这是铁树的小铁哥。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跟他预定这个 SUP， 他们的 SUP 比较特别哦。透明的。那在一开始之前呢，小铁哥也会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SUP 要怎么玩，然后他那个手势啊，你那个桨要怎么样拿的方式，怎么样比较合适。再来感觉这次学到的又更多了哈。对，其实我们用身体全身的力量。哎，整个水面上面只有我们是用透明的。超帅。哎，你不能这样上来吧？哎呦。我这个透明的 SUP 都可以完全看到下面的鱼，而且很清楚。嗯，像在坐那个玻璃船一样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在浮潜一样。就感觉很多人上百次次都会先这样子。看下面，看到下面超多东西的。哦，超清澈的。太兴奋。而且它这个是透明的，所以你不会看到上面的水波，你会很清楚的看到下面是什么样子。这超好的。啊、嗯，超清楚。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玩就很开心了。对的，我们应该不用去太远的地方。哇，超清楚的，我们都不用浮潜啊。你还真的是不用浮潜的哎。这个就是啊。太好玩了，等一下就你在后面，然后我坐在前面。啊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坐在前面吗？为什么？你要拍照？因为前面就可以直接看到下面这个了。后面也可以。我们现在两个人一起划一招。透明 SUP。现在铁树的老板用游泳的带我们，超有肯定的感觉的。划出来一点哦。Maddy， 看老板儿子也太可爱了吧！肯定的小朋友好开心哦。我想当肯定的小朋友。你可以先下去。不要了，谢谢。这样会不好看，集中你们三个。好。Maddy 是不是超好玩的这个东西？他不想起拍。你看你在看什么啊？看到下面有美人鱼，是不是？就在海里面的世界啊！你昨天在海参馆看不够。对啊。超好玩的耶！弟弟你好。看看这个人多开心，在这边浮潜。然后我呢，在这边滑。老板说看鱼是在那边，我们赶快滑过去。看到他们两个都好笑，这是什么姿势啊？弟你看到什么？像我们在长滩岛的时候也是这样玩啊，对啊，也还好嘛，对啊，也还好，好玩，两个人一直上板，很漂亮哎、欸，你看，等下就会有夕阳，夕阳慢慢的下架。Looking for life, this is the time for you, yeah, I'm wide awake for real.好啦，我们玩完啦。超嗨的，我还看到水母，结果不知的超多水母，有够可怕的。然后那个透明的 SUP 真的是一个新的体验哈，很好玩，还不错，蛮特别。而且老板老板娘都超亲切，人超好的。对，就在那边。好啦，谢谢你们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去吃晚餐啦，走。嗨，看看我穿这个美乐的衣服。他穿我的衣服哎。搞笑熊。然后再冲浪，因为我身体没湿，它湿了。晚餐我们来吃这间心动寿司，然后这是我们民宿老板推荐我们的哦。嗯，
你看，心动，我对你有一点心动。走，看他这边握寿司的价钱，炙烧鲑鱼一颗50块，然后他这边点餐啊，就是把前面的编号写在这个纸上面。Ready， 看，还好我们来得早，外面已经排很多人嘞。应该是揭晓一下，我们今天吃的价钱是1190。1190除以4，一个人才300块啊，是32嘛？对，一个人300块，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人300块可以吃到什么东西。刚才那鲑鱼好好吃哦，还没有录到就被我们吃掉了。下一道是铁板干贝，看看它这个有多大颗，闻一下，好香哦！满满的海味，它这个煎的很好哎。看这个边边，我已经想说，老板可以加点吗？不几人能点一次，你看这个干贝。下一个是我们点的扇贝，还有这个熟食的握寿司。我们的桌子真的就是一上来之后，然后马上清空。这是我们点的半生半炙烧的握寿司，它这个呢是每一天看今天有什么样的鱼货，老板就会配什么样的握寿司出来。菜单料理。对。这样一份是280。我觉得这个点太少，我觉得这个点2份可以。老板，我想加点啊。No no。然后这个也是他们这边的招牌，松露蒸蛋。可以，吃得到松露的味道，然后吃得到这个腐软的味道。吃饱了。嗯，这间真的是超好吃的哈。真的好吃啊！老板那个民宿老板推荐。真的听老板推荐的，果然没错。那我们现在吃饱后呢，我们就很就大街走走。那我们等一下呢去一个酒吧。在晚餐结束后呢，我们就来这一间已经红了一阵子的纽扣仓库来喝点东西。在恒春这边呢，它有很多的店都是在这附近，所以其实车子停在一个地方，用走路就可以到。嘿，这间纽扣仓库看起来它外面是有停车场的哦。可以停车在外面，哇，一个南国风。就是里面有5家店，然后进去的话，一个是100块低消，然后可以坐另一边的小店。它这个座位区也都蛮有趣的。嗯，5间店应该都5间店的不同风格吧？别有洞天的感觉。哇，真是别有洞天，里面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。难怪大家会推这边。其实它100块的低效很快就用掉啦，这100块感觉就超好用掉的。两个人根本就还没有走到底，然后就已经拍了一堆照片了，是怎么样？我们连这一间都还没有全部逛完。好嗨！哇，这里气氛真的整个超棒的。难怪大家要这一间这么远。哇，这一区好美哦。这里好大哦，我看大家都先进来参观一轮，然后再选自己要的位置。难怪这里这么好拍。嗯、大家都是有装备而来的，你。我们有看看我这造型，它是有卖炸物的店家，有卖酒的，然后有卖二手衣服的，然后还有卖饭类的，对，很多梦间店都蛮有特色。好了，那定跟安博要先回去啦，那先跟你们说拜拜啦，我们要继续啦，拜拜。耶，换到一个好位置。我们刚才就是在找有没有这种懒人位置可以坐，这位置超棒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很久没有晚上出来喝酒了，真的。真的。然后喝了一口这个，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是没有在随便的，喝酒加了很多哎。对，不错。这种感觉好开心啊！原来是这种大物。嗯。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太健康了，偶尔这样子一下真的是很不错。出来玩的都是这样。昨晚睡得好吗？好好。哇，你看我们后面这一片海景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来，不用电脑了。嗯，吃早餐吧。好想继续睡哦，这床也太好睡了吧。那边有咖啡跟茶，可以自己用。刚刚那个是员工吗？还是老板娘？嗯，感觉是老板娘跟老板吧。
帅哥跟美女的组合。老板戴口罩有那个啊，壮壮那个叫什么？对，张孝全。我的早餐是两种不一样的，我的早餐会炒蛋，你的是饭锅土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去咯。你看，我们房间阳台走出来的 view， 这边对着大海，是不是超美的？好像冲绳哦。对啊，你一下说这里像西班牙，一下又说这里像冲绳。你看，又看什么？一直看着这个海。一直看，一直看。那我们现在 check out 之后，去南湾那边走走，吃吃东西。然后那边还有一间很漂亮的大山酒吧。从我们住的地方要走到南湾，我看大概五分钟。嗯，已经看到了。不是，不用以我们脚程，已经到了。你看就在那边啦。啊，那我们的中餐来吃这间。我们玩 Sub 跟民宿老板都推荐的巴山楼吧，真的是两个老板都推荐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要到那边吃才会有位置，结果又没位置，要等到两点。来到可盈这边吃东西，真的是都要先预定餐厅哈，对，不然就是先走来这边现场预约，然后再找个景点先去这边走走，走走完之后呢，时间到了再回来吃饭。还好我们早餐吃得很饱，所以也没有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去野孩子那间喝的东西。那一间呢就在 Bassanova 的对面，在这个南湾休息区，它是一间在南湾上面的一间酒吧。哇，踩到沙了，终于踩到沙了耶，白沙。这里的肯定这里的沙都是白沙。有冰淇淋耶，有开心果耶。我想要吃这个。你喜欢的开心果，它这边就是有卖一些像调酒啊、炸物啊，然后它有卖水烟，然后这边也是调酒跟啤酒，然后还有冰淇淋。你看，然后你看它这边还有两个荡秋千可以拍照，可以直接坐在这吗？刚刚是有看到有人坐啦。我点了一瓶 Corona 跟一个开心果的冰淇淋。那现在两点，我们回到这间 Bassanova 吃午餐。昨天上门的老板说，他这边是一个法国人跟一个台湾人结婚，然后来这边开的一间店。这芒果是好喝哎、欸。就说吧，想不到不是芒果季也可以喝到好喝的芒果雪。那老板、他本身喜欢料理，所以他这间餐厅有许多他们非常道地的家乡菜。除了他们的法式菜之外呢，他也提供了一些像泰式啊跟中式的热炒。所以这间呢，在垦丁算是一间非常热门的一间店哦。鲑鱼在那边来的，而且它上面好多的 cheese 哦，很好吃耶，很好吃耶，难怪有那么多的。在地人推荐，因为它的料好丰盛，真的，鲑鱼这么多，吃的每一口都有吃到鲑鱼，然后又掺杂了奶油的香味，还有 cheese， 这炸鸡很可以，它表皮炸香香的，然后肉是嫩的。哇，这个炸鸡可以啊，对，它肉很嫩哈、而且它鸡翅的翅也不会很少肉，我想吃的都很实在。因为你不太会讲，所以讲得很实在，好吃就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。好吃的我就会说的很多，好吃的我就会讲的是看得懂。如果真的不好吃，我就会说可以这样子。这个很好吃哎，而且它好脆啊。它是巴沙特制。好辣。然后很多人来这边一人一盘炸鸡。那我们要回潮州火车站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中途肚子饿，我们包车的司机大哥就带我们来枋寮的市中心买这个葱饼加蛋。他说只有在枋寮这边有的特殊口味哦。而且是只有在地人才会知道的东西哦。对，因为平常观光客是不会走到枋寮的市中心来。真的很像葱油饼，然后又不像，都不是葱油饼，因为它很厚，你看它这么厚，而且它面皮是 Q 的，而且还有九层塔的香味，对，好吃哎。当地人才知道说，好啦，那我们要搭6点多的火车回新营去喽。那这一次的垦丁旅行，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吗？我最喜欢的住的地方，还有玩沙门的地方。那个沙门真的超酷，如果来垦丁的话，一定要玩那个。真的。然后那个住的地方也超棒的哈，住超好的。而且在那附近，像那个野孩子那边，南关这边还有一个很棒的。
真的很棒，很有那种度假的感觉。对啊，很悠闲。而且那间在垦丁真的算是一间很新，然后很舒服的一间旅馆。然后这次吃的也都吃得蛮好。真的，我其实我蛮喜欢这次。有机会还会想要再来垦丁玩。还有纽扣仓库啊，纽扣仓库也很棒。真的很棒的一个夜晚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回去啦。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